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戴。嗨，我是阿杰，静杰。我觉得有一半就好了，不提，不要太多。但我没有觉得跟你没有默契，应该是说没有默契要看什么方面。哎，字有没有写错啊？我的妈呀！你写好了。三二一。我只是花了几秒，拜托。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。没有限制就对了，好，大概吧。完了，我没有什么答案。三二一。哎，你居然跟我一样，我也写部位，但是我写颧骨。你怎么会写眼睛啊？谁跟你眼睛像、啊？因为大家都说你们两个有像哎、欸，就是眼睛的部分。但是他一直不承认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没有写，我也不觉得奇怪。可是你要说这颧骨都有嘛，对不对？你那是肉多才长出来的，我这是天生的。还是我要打吗？什么形容词？这样我一定就我这样答出来一定跟他不一样，可是我要跟他想一样。OK。我想说写三个，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想写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也算是有对一个字吧，对一半。Oh my god！ 我自己竟然卡关哎、欸，这好难哦。我也觉得好难哦。你慢慢想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我写的。莫非你写我是阿宙？给你们看一下。就是呢，很需要人家服侍的一个意思。你看阿宙在家地位算是崇高，因为是长辈嘛，所以长辈都不用动，對，就是出一只嘴巴就好了。太简单了吧？你写错我就跟你翻脸。这题会让我们感情决裂，惨了惨了惨了！等一下，我写了，等一下，就跟你说，好了，这次算他对了，算他对。我还很细节，对，我本来也写了一个二，然后我把它擦掉。哇，惨了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什么 TK， 我也知道 F 吗？有 F 吗？你看一下，我这样才叫型号。9200，你以为你在搭飞机哦？谢谢，谢谢。对啊，惨吗？惨吗？季节的沟通惨。我那严格来说算对哦，因为他是台湾，我是中文，而且你看我给了三个惊叹号，看我有多愤怒，三个惊叹号，我答对，答对。他不知道，不知道啦，九哎，不知道，答对了。对，然后上面还有，你看少花有，我还有一条蛇，还有一条蛇，你那是乖啊吧？那字是我爸写。看你的，我看你的脸就知道你会答错。三二一，行，对不对？我怕等一下我就说二。